你们发现了没？30年前生孩子罚款，偷着生；30年后生孩子奖励，没人生；30年前提倡退耕还林，非要种地；30年后提倡退林还耕，非要种树；30年前走亲戚，一天走一家。吃了中午吃晚上，30年后走亲戚，一天走10家，放下都。你信不信？有些事儿老天让你做不成，那是在保护你。停电了，车坏了，晚点了，错过了，别抱怨，别生气。世间万物来去都是有定数的，你要记住，得到未必是福，失去未必是祸。人生各有各渡口，各有各舟，有缘躲不开。无缘碰不到，缘起则聚，缘尽则散。